这关键是他这里面你让他看清楚了，敲紧就行了。就这个螺丝和三个都敲啊，我就敲这一边让他看呗。螺丝跟它把门的缝隙调好以后，这个螺丝跟它固定牢了。转尾丝啊，这个是转尾丝，给它拧进去，固定牢了。用那个钙片封死，好，把这个钙片封起来，用那胶水抹起来，就是说涂上去，封好了就行。几个螺丝撬起来，门板挂上就行了。那个塑料件要不要先拿出来？拿出来啊！给他看一眼。塑料件先放。塑料件放进去，这个锁片拧起来，螺丝拧起来就好了。你看，三根螺丝。三根螺丝拧起来就好了，拧紧了，这个框就装好了。装好以后，它就是说敲紧了，这里有个孔，铆钉抽起来就行了。这四个角上面都有的，这个也是，那边两个也有。